在婆罗洲的沼泽森林里生存着一种非常罕见的生物，它就是长鼻猴。它的大鼻子和大肚腩对异性有着致命的吸引力，无数的母猴抢着为它生孩子。一起来看看它们的日常生活吧。眼前这只处于颜值巅峰的公猴正在到处散发自身魅力，它是族群中鼻子最大的，也是公认的高富帅。但只是轻轻地揉了一下鼻子，瞬间就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，其他长鼻猴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。通常鼻子越大的猴子有更多的爱慕对象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会很多。这只刚出生的小猴子还需要7年才能长出像爸爸一样的美丽的大鼻子。成年的长鼻猴每天除了吃还是吃，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大大的肚腩，大肚腩也能吸引异性，还是生存的关键。这片沼泽森林里的苦树叶是他们的最爱，里面含有少量珍贵的营养物质。为了充分吸收其中的每一份养料，他们进化出更大的内脏。不过只有那些枝叶鲜嫩的树叶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。小猴子的爸爸作为族群的首领，每天会带着家族成员在1公里范围内寻找新鲜的食物。这条河流阻碍着他们到对面觅食，而且河里暗藏着可怕的杀手咸水鳄。那些鳄鱼身长可达到5米，足足有1吨重，但长鼻猴势必要吃到对岸鲜嫩多汁的树叶，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游过去。面对凶猛的鳄鱼，雄性长鼻猴有些畏惧，一只雌性领袖看不下去了，再勇敢地站了出来带头，从树上一跃而下跳入河里，其他成员也陆陆续续跟随着他。随着越来越多的长鼻猴跳入水中，激起层层水花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惊动了200米外正在睡觉的鳄鱼。不过长鼻猴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技能，他们非常的擅长游泳。为了适应环境，他们进化出了蹼足，所以只要游得足够快，鳄鱼就追不上他们。看着其他家族成员都成功游到了河对岸，公猴不得不抓紧时间行动了。最后剩下的母猴和小猴，他们被意外落下了，母猴紧紧地把它抱在怀里，生怕它掉下去。它非常勇敢地跳下水，眼看着咸水鳄就在不远处，对岸的猴子催促着它，母猴迅速穿过河流爬到岸上，再慢一点他们就要被鳄鱼赶上了。好在有惊无险，整个家族都平安过河，现在就是好好享受美食的时刻了。绿油油的叶子一口咬下去满口留香，刚才的冒险都是值得的。这一片沼泽树林孕育了6000个独有物种，让它们分别进化出不同的能力，也包括人类。在森林附近有一片海域，海里有着种类丰富的海洋资源，吸引着无数的海洋牧人，他们就是八妖人，外界称他们为大海之子。八妖人世世代代以潜水为生，他们的身体为适应环境而进化，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脾脏比常人的大1.5倍，所以他们的血氧含量很高，有利于潜水。一般情况下能在水里憋气大于3分钟，而且每天60%的时间都在水下捕猎，比任何人的潜替时间都长。大约1000年以前，八妖人就开始在这片海岸定居了。虽然距离城镇不远，但至今仍然有200多人不愿离开。大海给他们提供了需要的一切，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拉贾和他的儿子费代是村里地地道道的渔民，父子俩经常看到清澈的湖水上飘着塑料瓶，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垃圾从何而来。为避免对海洋造成污染，他们会将它们捡回家变废为宝，先用锅将塑料炒化，然后放在炭火上烧制成螃蟹的样子，最后加上眼睛和其他装置，做出来的样子是非常的逼真。放到海里做诱饵，绝对能把胶章鱼骗得团团转，只需要短短几秒钟，一条大章鱼就上钩了。拉贾依靠着这种钓鱼技术养活了一大家子人，他和他的家人决定要一直居住在这里，他们喜欢这里的蓝天白云和大海，那些捕鱼的技术以后就交由他的儿子费代来传承下去。除了拉贾一家以外，这里还有一些人同样过着与世无争、自给自足的生活，即使在极端环境下，他们依旧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。在距离海岸线30公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叫做安普塔卡的村庄，此时温度高达40摄氏度，足足有10个月没有下过雨了。为了喝上水，村民们通常要徒步到60公里外的地方去取。他们的生活比想象中的更加艰难。幸好这里的土地可以种出甜瓜，
妇女们会从甜瓜里挤出一些水分用来做饭。趁着妻子在做饭的时间，62岁的阿道非打算带着儿子去干点大事，他们拿上工具就上路了。父子俩来到了一片猴面包树前，他就是他们要找的对象。这些猴面包树十分长久，可以存活1000多年之久，最高的可以长到30米。巨大的树干里还可以储存大量的水，哪怕是好几年不下雨，他们也不会枯死。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，猴面包树就是大自然的馈赠，而对于阿道菲而言，他们就是他的生机。早在他的祖先还活着的时候，发现这种树可以储存雨水，所以他们就把柔软的树干掏空，在树身上开个洞，把它做成一个水箱。每当要取水的时候，就爬到树内。这种做法给阿道菲一家带来很大的好处。村民们得知后也开始效仿。这个活水箱可以储存1000升水，而且非常的牢固。由于太过干旱，这棵树目前已经没有水可以取了，但阿道菲仍然要做好储水前的准备工作。他拥有7个这样的水箱，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有水了。里面的每一滴水都像黄金一样珍贵，所以他们格外的珍惜。剩下的只够撑几个星期了。他们向上天祈祷早日下雨。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，都接受着大自然的馈赠，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保护大自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